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赛后点评赞。那我们本周呢只有礼拜五这个一天的日马赛事，因为公共假期的缘故啊，所以呢在这一天呢安排了十场的沙草地混合赛事。本来呢以为是一个平淡的赛日，可是呢发生了很多事情让我们觉得不平淡呢、啊。发现最近呢很多的安排马的都没有什么好的表现，但想不到呢差不多到了九月的时候呢整个安排马大翻身。对啊，这个我们先挑一场赛事给大家看一看安排马呢是怎么发挥威力的，也就是第二场的赛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匹好来利帅在这场赛事赢马的片段呢。啊，好来利帅呢他本身呢就是一匹体型非常大的550多公斤的马匹，那在这场赛事呢因为他本身的那个速度感是不错，所以他很快就跟上马群的那个大概第四五位的位置。好，在前面领放呢就是同样是安排马第一次出赛的东方虎，然后守在第二呢是一匹小型的花神啊，不过呢这匹小型马呢今天的演出呢算是不错了啊，难怪他在赛前呢是非常多的支持票。那跟着第三呢就是同样也是安排马身份的这匹白松露啊，在外面上来了就是一匹名牌的已经是有这个成绩的明日之星，那现在四匹马在前面一横的往前走，但是呢躲在他们后面那一匹呢青色彩衣格子袖子那一匹呢就是我们说的好来利帅，虽然说他是安排马，但是前面呢依然是有两匹安排马跟他同一个身份呢，就是这匹东方虎啊，然后这个白松露啊，但是呢以走势而论呢就是这匹体型最大的这匹好来利帅呢是演出非常好，就是因为他体型有力，所以最后呢赶过所有的马匹。实际上这一场赛事呢大家会发现呢安排马的体型呢普遍都比较的标准，都在500公斤以上，只有最后那一匹红福七天呢是身形稍微小一些的。那这一群对手呢其实我们都说了是一般的，那如果不是这个明日之星呢在早段的时候呢这个出闸的那个时候呢没有抢到这个好位啊，到最后又用多，实际上他应该赢这场赛事的。当然这一场赛事他输给安排马呢他也没话说的，在这边呢本来是给你100%机会的，因为你已经在前面用的七七八八了，最后呢跟这个里面那三匹马呢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拿得出的杀手锏了，而外面的这一匹首次亮相的好来利帅就是这个身形，我跨步大，我身形大我也有跨步，这个跨步的优势呢在最后呢这100公尺呢就一点一点的啊赢出来这场赛事，所以也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啊在安排马来说呢没有说因为靠这个驼重的优势去赢你们，就是大家跑平棒，我在这边呢我有身形优势就够了。为什么我说他大翻身呢？不单只这匹好来利帅呢他这一场赛事赢了，过后呢那个第四场赛事呢也是四匹安排马，结果呢头三名都是他们报班，李米兹啊，对，然后呢立峰林家魔术都是安排马身份，所以看来从这个月开始哈，对啊，信号来了，以后那些新马赛事呢一定有这些名牌马，一定有安排马，之前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可以取得好成绩，现在开始应该是大翻身。对啊，那我们再讲一场赛事呢，这场赛事呢就是算是中距离的赛事了，这个很多马匹呢就在这个第四级呢通常来说呢都没有说是有非常强的这个走势，那这场赛事呢其实算起来呢我们有蛮多喜欢的马匹的，但是呢给这一匹黑天鹅在这场赛事突破呢也是让我们呢有点吃惊了。不过明年改那个赛程的那个规矩之后呢，嗯，这场就肯定是要算这长途赛的了。对啊，那以前我们都说1600、1800应该是中距离，但是以后呢1800、2000因为我们已经没有2200了哈，所以这个就是归类成为这个长途赛事了。对，那这场赛事呢我们来看看黑天鹅是怎么赢马的。那马匹本身呢就是有这个进步的那个叠序的哈，因为他从这个第四级赢完之后呢能不能上去这个更高水平呢，这个他第五级赢的哈，能不能上去第四级呢就要经过一段时间他去调整，包括马匹调整他的那个跑法，包括这个内马是要调整他的心态，所以黑天鹅的情况就是他在第五级赢了全民超人，全民超人我们知道了连赢三场赛事的这个最低级的长途高手，然后呢他再去第四级第一场赛事他完全没有信心，所以结果跑得一塌糊涂，但是后来呢他回去第一级赛再试一试这匹马是不是那么差劲，因为没有内马斯呢是愿意一匹马在第五级就没有进展的啊，所以他希望如果第一级赛跑得好往后呢
再挑战这个第四级呢会有更有信心。所以他去到这个地级赛，哎，跑出来也不差了哈，结果跑一个第三名。所以来到这一场的那个更适合他的长途赛事呢，就看得出这匹马呢非常有信心。当然对手你说厉害不厉害呢，也不算是很厉害，但是呢在这个第四级长途，因为没有太多的高手的情况底下呢，黑天鹅经过这场赛事的胜出的条件不是太差的时候呢，他往后在第四级呢跑长途赛事了依然是有他的机会。当然他如果去四级赛啊或者是第三级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他有一点勉强了啊。来到这一场赛事，你看他，你说他为什么不好的原因就是他最后的加速能力不是太强的。现在是等这匹莱迪湾停下来，那黑黄色彩衣那匹莱迪湾，然后呢他没有停才赶过对手。所以你说他后劲强，我觉得一点都不强，但是因为长途赛事本地的马匹越来越少的情况底下呢，对他就有帮助了。而且这场赛事啊，本来呢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全部被那两位练马师给吸引去了，就是瑞尔士出三匹啊，日本人也出三匹，那他们这三匹马呢各出三匹马以后呢，等于说是控制这个大局的，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呢他们的主力和他们的副驹纷纷在这场赛事呢，不管你支持票有多少，可是呢在最后的表现呢都让我们相当的失望啊。这场赛事呢还发现了一个特点呢，也就是最后赢出来的马匹呢全部是在这个赛程上跑过有表现的马匹。你就算没表现，你先要跑过这个赛程。那几匹我们本来以为应该走得好的马匹呢，他们在这个赛程上面呢完全没有经验，零，所以就变成是明智啊还有这个目标这两匹呢，本来说是争胜分子来看待的马匹呢，没有千八公尺，结果呢走的是一塌糊涂。反而是你看呢，另外有一匹马呢，这个凯德使者，他当然有过千八的这个经验的，他走他还有个位置最后交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觉得可能真的是千八这个赛程，你如果前面进度来说了你没有做到的话呢，你真的是不占任何优势的。反而是刚才你说这个黑天鹅他去试了，试了以后呢就不一样了。对啊，而且这场赛事的另外一个启示给我们就说了，最近几年啊能在地级赛事赢三场赛事的马匹不多。对啊，之前三年前了，已经数到三年前了啊。是经典乌龙、短途赢三场，都市传奇长途赢三场、结果呢就蹉跎了三年都没有办法再赢。那今年也是有啊，啊出了第一匹呢就是全民超人，是那另外天赐神力是去年底的，对了也是赢了三场，但是呢天赐神力上一次呢已经输了。但是这一场赛事呢全民超人那些投注人士还没有吸取这个教训，他们不管他去第四级了。对啊，他们觉得还行，依然是一开票我看到哇四倍的，这匹马有这个条件在第四级赢马吗？结果真的是输得很惨了。我相信这两匹马都会步这个经典乌龙啊都市传奇的后尘，就是往后三年不要太多了，两年都应该难赢了。也确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这个上半场呢这两场赛事呢给大家分析完，那我们先来总结一下这个赛事。第二场五号好来力帅对手一般，赢在体型大。第三场七号黑天鹅试准再拼，长途有分量。好了，分析完了这个前两场赛事，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呢我们再为大家分析这个星期五的另外两场赛事。